朱姐这样侧坐还是很幸福，因为朱姐腿短。你我在心内，你在面部底，在那房子吗？嗨起来好不？哎呦！春好，咱海龙过去听就好啦，可以批判解就好啦。安尼台湾的艺术有水无？这个学习那个以前那个情侣啊，坐这个脚踏车跟摩托车，你看多好亲热。那个小强好吃亏，说我为你这样千里迢迢从台北骑到台南，还被你吃豆腐啊！特别送我们赤兔马来给赤兔马，特别送赤兔马，而且我们这个小绵羊赤兔马没有开动，所以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啊。而且你看看朱姐这样侧坐还是很辛苦，因为朱姐腿短，所以很累啊。你们别别照我这样讲，让我想起以前那个读大学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女朋友为了要装那个飘逸哈，也是这样做。我骑了没多久，她就不见了，她就掉下来了。对对对对。